文有太极平天下，武有八极地乾坤。八极拳组成长拳，盛行于河北商埠一带。此拳机智开朗，刚柔猛烈，脚法灵活，拳法细腻，是近代史上保护重要官员之大秘术。训练时讲求稳、沉、准、运用与发挥。我国八极拳是由前总统朱伟达、刘如朝先生所传授，其人类驾驭勇敢技法的部分套路，如何在战场上战胜得胜心头。